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知道这个吗？这是前阵子很红的天竺鼠 QQ 啊，它里面是保冷袋，它是有保冷效果的，然后可以装很多东西。啊，这个会不会很难夹、啊？不会，我现在用一分钟教会大家怎么夹这个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甩爪的话呢，就是我的摇杆是会这样斜上斜下，就是主要是要看你夹哪一个位置的。如果我今天夹这边，我就是前后甩；那如果是这边的话呢，就是斜前斜后甩。甩的同时呢，我们再按取物，但是要同时按哦，因为有些客人就是甩甩甩甩，然后按取物，他的爪子就是一样。我们现在呢，就用摆荡的原理把这个商品带出来，像那样子，我们就要甩爪。那大家甩爪的时候，就是前后前后甩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没有甩好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它越立越直了，所以我觉得它应该等一下就出来了。这个就不用拍了。哦，这个不用拍。这只是我真实的反应。我讲求的就是真实。还要差一点呢、欸。有吗？大家有看到吗？这个哎、欸，这个甩得很漂亮。啊，他一步给我出来。冷静点。这台很难哦。它有保冷效果，哎、哦，出来了！耶、yeah ！真是辛苦你了。